请分享你觉得你男友或是女友做的最傻的一件事。做最傻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觉得自己不傻，但其实很傻。好，下一题。如果你的狗跟你的恋人都不会游泳，掉进了河里，只能救一个。恋人啊，因为狗狗本来就会游泳啊，狗狗可以游。可以，这个合理。Next one。如果早上起来发现和伴侣互换了身体，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？我继续睡，到你了，踢他一下。